大家好，我是 JU。我这次在爱情蜡像馆里面扮演的是女巫的角色。嗨，我们是爱情蜡像馆里面的公主还有王子。我是王子。我是公主，看得出来吧？看得出来。今天是冬至，所以他在吃汤圆。今天是冬至，大家有没有吃汤圆呢？然后因为我们戏里是演出的时间比较特别，是在跨年的时候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跨完年，可能就参加完升旗典礼之后，可以一起来剧场里面看戏。然后我们12月30号的首演场已经卖完了，现在我们首演场已经爆满喽。如果想要来看戏的朋友们，可以买1月1号下午的，或是12月31号晚上的，都还有很多票。跟我们一起跨年，看完戏就跨年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票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剧场买票看戏。那先这样喽，拜拜。